老板，这炒个什么？方便面。炒方便面。啊，鸡蛋炒方便面。好，加上一颗鸡蛋，加上味精和盐。好，再来上一点辣椒。哇，你看这边多么的实惠，这样一大盒子方便面。好，来上一点这个酱油。哎呀，老板夹出了花，感觉你看老板的姿势多么的潇洒，你看这姿势特别的丝滑啊，特别的有感觉，这小感觉你看特别棒。好，接着翻炒，这已经进入了尾声，已经也要出锅。好，加上一点葱花，这就 OK 了是吧。哎，小，你也小感觉特别丝滑。好，就这样一份。